帮我称这里吧，这几块。第四湖水终于看到露尖水了。搁的啊，骨头皮搁的啊，他学的吧。开始包粽子了，粽叶肉，这个是绿豆花生，有没有放足啊？我感觉在这边买那些粽叶啊，这些绳子，这些超级贵，就这些食材还不包括米跟碱水，都花了100块钱。碱水还是从湖南带过来的。反了，粽叶弄反了。反了，哎！反就反噻，算行你妈行嘛！以后吃粽子有人包了哈。你自己不会动手？我手会了，哦，不是眼睛会了。手会了就行了嘛。眼睛会了，手不会。那个肉太少了，再放一点点。以后吃粽子有人包了，自己不会吧？有现成的吃干嘛不吃嘞？包得很好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个粽子，你看，啊，再包几个。哼，自己的。都跟你说眼睛会了。自己动。我感觉你这个不会成功。哎呀，可以，可以。这里已经包了这么多，这些先放锅里面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里36个，还有3个，现在已经开始包第二盆里了。哦哟，土匪！水已经开了。把这些放进去就可以盖锅盖了。放的好吗？好的。这一锅90个，还有一些没包完，还有没有加水的？你来，我给加水给你。你加水就不啊？万一点又翻了。嗯，再去搞这个又盖起来。好吧，盖盖子。肉已经全部包完了，剩下的就包板栗。看手哦，洗出干了哦，干个裂。这是上面的，现在在弄。哦，还没有煮干，水在这个地方，等会还要再加水煮。拿一个最下面的尝一下，看是有没有煮烂，看能不能吃了。嗯，好多。还可以哦，这个颜色也有了，豆子超多，哎，有了，呜，这里一锅，这里一锅，高压锅里面一锅，三锅，锅里还要煮一遍吧？你放了，人家就放了，三个再煮一道。